电话，我看你安尼真心爱我的查某囝，实在讲我真欢喜。还是讲哦，话讲倒转来，假使讲你若甲我的查某囝结婚，我的财产啊拢总无爱乎你，安尼你敢无想要搁嫁落去？爸，你讲话敢是真实的？我即马敢有咧讲假的哈？伊即马声声句句讲爱就是你呢，唔是要爱情。也既然啊，甲拢无钱来讲，伊要娶你，这嘛是当然的呀。我若是讲袂，即马就到站落车。啊，不过讲好，就是买到一间空壳公司，一项值钱的物件拢无。这老的确实厉害。江华，你紧讲话啊！求有则求好，我就甲你拌一届。我娶，我会娶卫生。爸，啊，不过你拄则讲遐话，我感觉有淡薄无受到尊重。恁一直怀疑我李建华在享受陈家的财产，这对我是一种侮辱。事实上，我甲卫生。而且建宏写迄个声明，是为着要偷窥恁爸仔囝心中的角，请恁唔通阁误会我。我知啦，啊，恁若要结婚哦，恁去结啦。我吼也袂阁甲恁阻挡啦，啊，我嘛袂去管恁的代志啦。爸，啊，你敢真正任何的财产拢无要留予我？敢讲袂用的，恁回来跟我讨论是结婚的代志，若讲着分财产这代志哦，毋是咱讨论的重点啦。爸，你即摆意思是，你袂把所有的财产拢留互我，厝内底所有的好处，全部拢互吴家文规个膨胀是无？卖阁讲着吴家文啊，这著甲伊无关系啊。就算讲是嘛，无你的代志啦，财产是我的。我要有想就想，就算讲我要有吴小姐，嘛无你的代志，嘛免你插手，你的婚事去办好就好啦。财产嘛不是全部拢是你的啊！卫生，卖用这款态度甲爸讲话。我即摆是咧争取我的权益，我伫咧公司做总经理这么久，我替公司无赚百余嘛有几十亿，我为厝内底的事业。付出我的青春，我的心血，谁做我到最后，我一角钱都摕无。你哪能跟我讲这种话？你安尼替我跑公司，你是为着要跟我斗相共，还是为着要赚钱，还是为着我换这间公司，到到一天要跟我分财产？爸，我是希望你会当做了公平，啊，不过我即摆伫你的眼内。根本无看到我这个查某囝的存在。那恁你敢有听我的话？你私底下去找李建华，就直接给带回来厝的。如果要结婚，你有尊重我是你的老爸无？哈？你是把我当作什么啦？不是，我。也够，我已经和恁结婚啦。你又搁当面在讲东讲西，哼！看时间啊，李建华来娶你也袂啦。爸，你竟然把话讲得这么绝！我唔要等建华把我带回去，我只好就对建华走。你给我走看卖！文信，哪个把刀去？老了，你袂用离开这个家。这摆是爸你跟我刀去，我要求的只是一个公平尔。爸对我讲的条件，根本就是在侮辱建华。我替我家己的翁婿讲话，这跟我什么唔对？财产都还袂提着。讲遐就无效，卫生有话吼，就甲爸好好讲，唔通讲摇摆，而且唔通安尼开嘴合嘴，都讲要离开这个家啊！建华，我只要是咧替你讲话，你要听我。行，咱来走。卫生，卫生，卫生。卫生。
总经理，真正足歹势，我最后还是决定要辞职。感谢你过去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。实在你的时阵，我的人生当在面对一个真大的困境。加在有你，这样有情有义，一路收听支持我，陪伴我，我永远拢袂忘记你这份温情。你让我加班加赚钱，有我伫个病院出出入入，连我有倒摆歹去啊，拢让你替我处理，阁好心送我转去，阁因为安尼去予人误会。你是我伫个黑暗中的一线光明，让我勇气去面对生活。啊，毋过好笑的是，我竟然把这勇气摕去挽回一段早就应该放弃的感情。若是想到这，我拢感觉对你足歹势。假使我若无讲出甲陈怀新结婚的人是李建华，恁单家嘛袂有遮尼侪纷纷扰扰。这是我造成的。我对你有偌深的感谢，心内就有偌重的亏欠。虽然今麦我甲李建华恩爱已经结束啊，啊毋过。陈怀新对我的婚才拄开始，为着要避免大家搁起冲突，我决定离开公司，安尼大家才有机会冷静落来。造成你不方便的所在，请你见谅。希望以后有机会搁见面的时阵，会当为你遐听到一挂好消息。祝好，嘉文。这物件你是袂当用。谁做你厝内底有查甫人的物件？你是唔通误会我，我无甲别人有白来。这是吴嘉文进前走的时阵，妹夫摕走的物件啦。你把吴嘉文用过的物件摕给我用，你当作我这么是来欺骗人吴嘉的是无？这暂时用一下，哪有要紧啊？这个家是我甲建华辛辛苦苦建立起来，为着要甲这间厝保掉了，我付出偌济心血，甚至牺牲阮两个人的婚姻。暂时，刚刚你对我的感情嘛是暂时的。你是讲到倒位去啊？这是两回事。什么两回事？这拢是同款的。这就表示你对感情到底是清清菜菜，还是你会当坚持到底？你摕吴嘉文用过的物件给我用，你敢有想过我的心情啊？你敢知道我伫咧这间厝，我看到的，都是你甲吴嘉文的过去。你敢知影，我一直想着吴嘉文跟我讲，因两个人伫咧这间厝，过了有完了，过了完了幸福。你敢知影，我听到伊讲的话，我即摆一直想，我了要起笑。你赶紧甲吴嘉文物件摕去单调。微信。你紧摕去单调，啊！那我想要怎样去，你走不走去？为什你甲冷静，你先坐落来，你较忍耐好无？我想要做咩爱忍耐啊？好啊，那照你安尼讲，这间厝我甲吴嘉文拢住过，你若无得忍耐，你是不是要放一个火甲烧掉？我知影你的心肝内，即卖有真侪不满，还佫有委屈，但佫伫咧这个时阵。你袂当意气用事，啊！若你今仔真正转去啊，以后你的人生都要受着恁爸爸的控制。你要做什么代志，要甲什么款人做伙，拢爱听恁爸爸的。你敢要过这种生活？我当然嘛无想要安尼。安尼就对啊，所以你就要听我的，先委屈一下。明仔载，你想要啥，我拢甲你买倒转来。然后我就随把吴嘉文的物件拢总扔掉，安尼好不好？
我到底爱在那家住多久啊？住到恁爸爸落人来接你为止。恁爸爸来接你，你才有条件甲伊讲结婚，还佮有财产的代志。啊，不过，阮爸若是一直拢袂插我的。伊若无爱插你，就代表伊无爱你啊。伊若无爱你，伊就袂当怪你这个做查某囝不好，倒去争财产。啊，嘛无人会当讲甚物话啊。无唔对，你讲了无唔对。啊，不过这些拢是你害的啦！我今日才会变到安尼，你敢知影？我从来唔捌过过这种日子。我知影，拢是因为我，所以我即摆吼用心爱你，用心弥补你。我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为了要让你过好日子，我拢是为着你在设想的。啊，不过，若是到最后我什么拢无，你敢会对待我，像就是对待吴佳文同款？你就把我放散了。哼，我才想要问你嘞，假使真正到迄个时阵，你敢会把我放入无爱馆，回去享受你的荣华富贵？我当然嘛袂。我嘛同款啊，我会离开吴佳文是因为伊对我无情，唔是我对伊无义呢。我这么爱你，我哪有可能放手你？那安尼，你今日讲的话，你是唔通袂记哦？你会安尼讲哦，就代表你去予恁爸爸佮恁哥哥洗脑去，你开始无信任我哦。好啦好啦，我袂佮讲啊。是你家己讲，莫怪我骗你。你若无钱，我是安怎爱你？